来，我们请教一下白宇老师，哪些星座的人遇到困难，总有贵人相助？是我们人生啊，一定会遇到几次困难，而且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点像什么，就是在一个汪洋当中，然后又是晚上，一点灯光都没有，然后一叶扁舟在那边载浮载沉。就这时候，如果有贵人，有那么一点点的光，都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和勇气哦。嗯，那在这里我们参考一下太阳上升和木星这三个星座呢，有机会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贵人。但是我们等一下，大家不要急，贵人其实很好遇到，就看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哈。我们先来这边看第三名。牡羊座哦，在这里毕哥木星是牡羊座，木星在牡羊哦，嘿、oh. hey, ，这里披露盲点，亲友力挺。牡羊有一个状态是很棒的状态，但是它也有不好的一面。牡羊很棒的状态就是它很专注，专注自己的目标，想好做好决定之后，它是不会去改的，除非有人说服它。但是有人说服它很难。可是今天如果牡羊遇到困难，通常这个困难都是它一意孤行，就是我觉得这一定行啊，怎么可能不行？我已经想好了，我也做了功课，一定可以。重点是我没有坚持的够久而已，但这个时候呢，太专注真的会有盲点。我们看到了一个点，一个方向，却没有看到一个面。那那个面的漏的地方怎么办呢？好在牡羊平常人际关系还不错，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他有伸出一只手，伸出一个肩膀让别人靠。所以这个时候亲友力挺，对牡羊来说真的就是。有些是回报，有一些就是真的是意气相挺。这时候大家会看到说，哎，牡羊它虽然有一点大咧咧的，就是不经世事，它不长一智，可是亲友这个时候对它的宽容度是很大的哦。别看平常有时候会跟他讲，哎，你这样子真的很不好，我们不想看到你这样。可是当他遇到困难之后，旁边的人真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在这时候，牡羊真正的贵人是来自于他平常的人格保证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双鱼座，哎，双鱼，我们看志翰哥是木星在双鱼，金星都是双鱼，现在是看木星，对，我们现在重点看木星，但金星双鱼也不错哈。来看一下，人脉不稳，人脉不稳，前辈支持。哎，我们双鱼座啊，平常就是对大家都很好，就刚刚我们老师讲过嘛，哎，是好人还是烂好人？但事实上啊，在这种。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些断绝的状态，比如说我判断要精准，我的决策要够力道强韧，然后我对人的比如说不达命令或者大家一起合作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很坚决的态度。可是遇到困难人就是这样，我曾经有过困难，所以大家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饶别人一招，然后让他从此之后再也不犯错，这好像也是功德一件。双鱼通常都会这样想，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他变成了遇到困难不够狠。那最狠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学很多动物，比如说壁虎，最狠的时候它就是断尾求生嘛。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这种断绝的状况下，不能太考虑人性的问题，因为人性是连续看的，不是单点看的。当我们单点看到人性说，哦，我要对他们好，他们以后不会犯错。可是我当对一个人好之后，也许会对三个人变坏。所以人性其实是一个圆，我们要看看满整个圆之后，双鱼就会明白了，原来我在人脉上有一点不够狠的原因是来自于我没有看到更多人的需求，我的同理心和我的同情心太泛滥了。这个时候好在呢，前辈会给他机会，因为双鱼是够努力的人，而且双鱼愿意把很多机会分享给别人。那真正的贵人，对，真正的贵人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人，因为他不藏私的状态可以连接更多的资源，是很看好他的潜能的。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名，天蝎座亚兰姐上榜了，上榜了，来。过度天真，金主相救。哎呦，好准哦！可是没有金主，我自己就自己的金主。哎，这也是我是有很多企业来帮我了。哦，是是是是。过度天真是来自哪里呢？不要看天蝎座平常都看到说，哦，这里有危险，大家不要去。当他自己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看危险是什么？是转机，是机会，是别人做不到但也许我能做到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在之后过度天真是来自于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就只要努力，
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别人不够努力，不代表我做不到。这个天真有时候其实是可以去把一些事情做好的，所以这种天真也不是不支持，只是说他有没有用在对的地方。那天蝎好在就是什么，旁边真的就像雅兰姐说的，很多企业会帮他。然后天蝎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是什么？自助者天助，我就是自己的贵人。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大家都会说啊，你就缺一个代表作啦，你就缺一个机会啦，你就差一个什么把你往上拖的力量。可是有时候人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如果我没有机会，我可以创造机会啊。如果大家觉得我没有代表作，我自己做一个代表作啊。如果大家觉得我不够力，我努力十年总够力了吧。我觉得雅兰姐就是非常好的代表。所以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说，贵人真的很欣赏这样的人，有努力，有实力，有潜力，有创造力的人。如果大家这四个力都有啊，都在肩膀上，我也很有责任的话，我相信只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一定会有人看到我们。首先我们要先看到自己的光，别人才会赞赏我们的光嘛。祝福大家都可以透过困难学习到自己最大的智慧。哦，真的。所以说马格碧老师刚刚讲说，你身边贵人不少。对，所以你刚刚讲你同学志翰，就是他最贵的，也算是我的贵人之一。就引荐你去，他是在卖水晶，他自己愿意起来的同时，一直到现在，他贵人没有断过。其实他自己，其实我先讲一下我在最惨的时候好了。我在最惨的时候，其实当然就是不敢去接触到人群。那其实你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就是看到爸爸妈妈，你会觉得啊，看得也难过，也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所以他们在家的时候，我就尽量往外跑。然后呢，有时候可能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我就把我没有就不会去整理自己的门面。那可是我有一天，我突然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我的一样的状况发生在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家人身上，我要怎么去帮他？那如果我愿意伸一只手拉他一把的时候，他连想要伸手出来拉我的手都不愿意，那谁会愿意帮他？我就告诉自己啊 ，OK， 好，没有工作，我还是一样，每天就是要把就是自己整理干干净净，要胡子刮一刮，不要留胡子，这样很落魄的样子。然后就干干净净的，然后出门，然后去找一些工作机会。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跟我们遇到一样的问题，但是不要放弃自己，你连自己都放弃，神仙都救不了你。那我就开始整理好的时候，然后刚好有一次那时候刚好在开 Uber， 然后志翰哥就跟我讲说，有一个节目实境秀，然后就是玩，就是把你们训练去参加铁人三项。然后我去的第一天要测试嘛，就是看我们的体能状况，然后男生要跑3000公尺，我跑大概1500公尺，我就整个躺在那个马路上面。800的时候就要死了。我说我真的没办法，那个志翰哥我要退训，我真的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参与这个节目，也没有办法挑战成功。他说可以啊，那你就要准备赔违约金。哇，他说因为我们那个脚踏车都是帮你 fitting， 就是帮你量身全部。我找到很多厂商都帮他们量身定做自己的，然后衣服什么什么都是量身定做的，然后你就要赔那些钱。然后我明天早餐在哪里吃我都不知道，我还赔你钱。然后就告诉自己，好，我一定要通过这个考验。然后就开始，从还没有开始录影的时候，早上起床我就自己去跑步，然后从1公里，然后慢慢加2公里，然后2.5公里慢慢加，然后训练了3个月。我们这一个节目有7个艺人，有7个艺人，只有3个人过关，在时间内回来了，我是其中一个。高啦。然后说真实秀，什么有一个什么什么真人秀，真人秀24小时。在想真人秀，真人秀，没有，因为我们那个节目真的很苦，我们全部都住在通铺，我们通通就是大家都是男生啊。我们那个节目真的很苦，因其实他也苦啊，就给我一次这样子在偷拍啊。不是，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他其实原本呢帮我们安排的住的地方是很棒的一个宿舍，对。结果呢，我们要去的大概下去前两天，就反正就台东最大的台风。把我们要住的宿舍那个屋顶都翻开来，然后我们只好去找，就是附近去到都兰糖厂，住在糖厂里面。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它那里面都是
都是很多蜘蛛丝，还没有冷气。我那时候在台东六七八九，台风。对，七八九有热热有超热的，然后女生的那个房间有冷气，我后来都跑去跟女生睡，因为我没有冷气，我真的受不了。然后还去买那个就是那个冰冰凉凉的那种可以躺的那种。对对对。然后我们进去就开始这样打扫，然后里面的环境真的是从。因为那边已经荒废太久了，那是唯一在时间内可以找到的地方，所以大家就同心协力把那边再重新弄起来。然后你早上要穿鞋子的时候，你要小心哦，里面可能有青蛙啦，然后有蛇，真的，它真的有蛇，有蛇，它有一次要穿鞋子，然后就直接脚伸进去之后，就踩到那个青蛙，就给它踩扁了，然后他说什么东西。他还以为说我们恶作剧把青蛙塞到他的鞋子里面去。我们四月底又要一起去同一个比赛啊。哦，志翰这么难怪，我去参加过一次，志翰也知道。对啊，我参加过一次，我就说哦，爱来的。我很不喜欢这个运动。你感觉适合去露营的对吧？因为田山像，因为真的很硬、啊、其实田山在我们身上，这个运动在也可以说这个运动的一些态度把我们拯救了。可是，在国外的田山像这个运动，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信仰。很多吸毒的，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到这个场地的第一名就是纪录保持者，他居然以前是酗酒吸毒的一个很颓废的人，居然因为这个运动让他变成这个纪录的，就是这个场地的第一名。哦，哇，对，然后整个人生整个翻转过来。我很希望你跟我们再去玩一次。哎呦，不要的啦！哎，你们那个铁人真的有奇怪。我去游泳哈，我其实从小是碧潭长大，我是很会游。对。我一下去唰，你看哇，几十人跳下去，然后我就在那边游，哇，打开啊，冰啊，哎呦，赶紧尿开，看看那，把你压下去，把你压下去，是哦，可以这样子啊、哦，不是因为大家很急啊，跟那种追掉这样，哦，那你比较慢，我比较快，那可是你在这边踢弄，我觉得很烦，我就会把你的肩膀抓，把你往后拉，我要先过去，我就觉得说，这些人，你们是奖金有这么高吗？我就吸一口气，砰，我就下去。我就游到旁边去，游到地下室就对了。他们往前冲，哦，别他那样，哦，加油！哦，还有马国碧遇到志翰这样的贵人，对，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包含神准算命、开运商品、开运秘法，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